啊，这个只要因为它是烧过的，所以只要不要有灰尘，它可以持续香久一段时间，就是一直都这样亮亮。这一组也有个故事，他后面拿的一只棋子，这一颗是球，这叫棋球。哦，棋子跟球用谐音，我们的装饰 有一种表现的方式，就是用谐音。那边那个呢，拿了一只棋，棋磬，嘿，那只是棋，然后手上拎了一个磬，棋磬能边磬，以前那个乐器敲的那个边磬，啊，这样子一个像很像回力棒那种造型，那个叫磬，所以合起来叫棋球吉磬，吉祥的吉，庆祝的庆，同音，就用这个意思来代表棋球吉磬，啊，就是进了庙，进了一个地方，就是要求。要我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，这个长条形的这个，这个，然后一路过去，啊，很多合起来是总共有十，大大小小袋子有点不一样，这看起来好像很像，对不对？好像每个都差不多，其实没有质量，它如果花瓶一样，里面的花纹就一样，花纹如果一样，花瓶的造型不一样，那如果花瓶跟花纹都一样，花不一样。所以它就会变其中一种东西，所以这只是就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，就算全部都一样，刷漆的颜色不一样，反正你要把它拍下去十个一比，你就找不到一模一样。